很多的贵宾哦，真的非常的高兴，像我们这个设计师，刚刚在外面呢参展的时候，就看到非常多很精彩、很精彩、很杰出的作品哦。那当然，接下来就带来这个来自我们台湾的代表，我们的摇滚之作哦，一样的月光-蘇芮给大家 ，Thank you。